如果晴天来啊，这里的风景应该是很棒的。哦，不过我刚好是在台风尾过来的，哦，风超大。老公，张毅，张毅。
啊，这里有一个撞钟机器人。不过夏天来越南应该也是热爆了，不是那么舒服。然后雨季来，又刚好有可能遇到台风。